那一会儿，叔叔带你去吃肯德基好不好？嗯。还想吃什么？叔叔，我累了。好，叔叔抱啊。哎呦，嘿嘿，走喽。嘿。哎。哎。哎呦。你慢点。来。哎呦，哎，衣服开了。王大风。啊。去追。王大风，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王大风，站住！王大风，站住！再过来，我就带着小雨一起跳下去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想吓唬我？王大芳，我们每个人可都给你投了300万呢。是啊，你说你搞什么私募基金，说最低利息10%，现在连底儿都赔光了。姓王的，你就这么坑朋友吗？我坑你什么了？我坑你什么了？我拿着这笔钱去投资去了，投资有风险。现在都赔了，真的赖我呀？你都投哪儿去了？投到股市里面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挣钱的时候，你大把大把的往怀里揣，现在赔了钱，你过来找我了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再给我点时间，等钱赚回来了，我一定连本带息的全还给你们。你给我闭嘴！大家不要听他的啊，不要听他的，他原来就用这个借口，把我们的钱一点一点给骗出来的。我，你还钱你！还钱！我骗你们什么了？天地良心，我骗你们什么了？王大风，把女儿放下来。燕儿，你别过来！爸爸，你别过来！爸爸，别叫！你是他老婆？不是，不是，她是你闺女，她也是王大方的闺女。这下好了，老婆送上门来，咱们跟他老婆要账，不也是一样的吗？对，找他要。我早就跟他离婚了，他欠的债你们找他还啊！王大风，你把女儿放下来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你要是再过来，我就带着孩子一起跳下去。你敢？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还钱！我可不想闹出人命，听见没有？你看看，这是他当初签的合同，看看，看看。还想赖账？
王大，放着混蛋！你别过来！他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就这么对他吗？我混蛋！我有钱的时候，你天天给我吃香的喝辣的，我现在没钱了，你拍屁股走人了，你还骂我是混蛋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滚！你别激动，你先下来，先放下小雨。你走开！有事好商量，你把小雨给我放下来。 走开，走开！你冷静点，你先下来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好好说。你把小雨还给我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。好，我退后。你下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今天的事儿，咱们以后慢慢解决。 先把女儿放下来，张燕，交给我吧。你谁呀？走开！我是来救你的。你救我？你看到那些警察了吗？他们是来帮你抓那些追债的人的。你说的，是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了，你刚才在下面跑，楼下有很多街坊邻居都看到了，证据确凿，警察一定会把他们抓起来的。你现在不要紧张，先把小雨给我，先把小雨给我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好吗？王大方，把小雨给我，来，小雨。 王大鹏，你涉嫌一桩非法集资诗诈骗案，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。警察同志，请务必帮我们把钱给追回来呀！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燕儿，我对不起你。 对不起，小雨。大方，别做傻事儿。我这辈子欠你的钱。 回去了。